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五月二日一线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款的大风小事？新闻就开始带您来关注。立法院下晡经过表决，审查通过白乌条款，也因为这个法案的影响，到陈志忠的前途未来可能无多参选，但嘴边讲要用生命抗击。依然头城有飞行线教练甲学员对山顶飞落来，涉及抗敌啊，伤人骨折。经过调查，原来业者。立法院今天下晡经过表决，审查通过白乌条款，民进党团以人数优势通过行政院版本。未来若准犯到这乌金、枪击、毒品等重罪，也过判刑十年以上者，是规世人拢袂当登记参选的。前总统陈水扁认为这项修法极有可能是违背宪法，也予犯到洗钱防治法入去宏观的陈志忠，也就是伊后生未来无都搁在参选。伊讲要用生命来抗拒这条修法，引起众人关注。修正通过，三读通过。立法院二日针对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新增加白乌条款，包括捌犯国安三法、反渗透法、贿选、乌金抢夺、甲同罪同行者，经过判决确定袂当参选。毋过对犯洗钱防治法判决确定者不得参选，甲判十年以上刑度也未定刑者袂当参选，这两大争议引起危险的舆论，条约无共识，所以开始表决。民进党团已经所优势通过正义的版本，国民党批评讲，立言敢若遵照赖清德的讲法，也若时代力量是指控民主国的倒退路。曾犯性侵害的这些人不应该成为公职候选人，都很遗憾的，民进党团不敢跟进。应该全部的刑法上面的这一个条文，如果你有触犯到的话，都应该终身不能参选啊。而杀人罪章没有放进来，而重伤罪章没有放进来，而强制性交的罪章没有放进来呢？选罢法新法实施了后，头一个受到冲击的，就是民进党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顶一日涉嫌犯洗钱防治法入监服刑，未来袂当搁再参选。前总统陈水扁连续几日讲，替因后生走总，批评修法违宪，佮讲要用较激烈的方式来达成伊的诉求。我们也了解阿扁的心情，我长期啊最近挺前总统的吧，那很清楚嘛，哦，那是党团一致的决议，他要怪我也接受。针对陈水扁无排除伫个选举会有重大抗议，郭建平强调讲，伊理解陈水扁的心情，不过改革无退路，这是党团一直的决议。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进前表示，会援助台湾计达美金5亿的军事设备。即马有风声讲，头一批试战飞弹，今透早已经送到桃园机场。也若针对这部分，国防部是无加做说明。讲到试战飞弹是低空的火力，若准这中国解放军想要对空中或者是海上登陆台湾，这款飞弹会当反制直升机甲无人机甲因截落来。美国通过总统拨款权，援助台湾5亿美金的军备，直接提供美国库存武器给台湾。头一批试战飞弹传出二日透早已经送来台湾。我们更加签约了，付钱了，结果我们没有办法要求先到货。那现在人家说我要送你的，我先给你。那当然这个可能款式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尖射的这个刺针飞弹。但是型号上面跟我们买的还是不一样。国防部给表无证实，干那讲美国应用军售安全改善性的措施，相关的品项台币拢有强势嘛确定。学者分析，这架飞弹有低空防空火力，怕用单兵作战，方便炸来炸去，会当机动部署去作战的位置。台海若是爆发战事，解放军展开两栖登陆。国军会当用气枪飞弹，反制中国的直升机甲无人机。你也可能部署在这个松山机场的周边等等，就是中国可能会实施这个直升机架，或者是这个运输机，这个直接这个飞进来，这个进行这个载运这个人员或装备的这些重要的地点。美国援助台湾武器装备，嘛透过对话甲军事主动，避免台海冲突。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认为，台海冲突并不是无法度避免的。美中一起沟通，对台海稳定也是有帮助。We believe that deterrence is still strong, and that the costs of conflict for Beijing remain not something that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bear. That the costs would remain too high.
瑞特纳证实，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想要在六月份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甲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会面，不过算是和中国以李尚福防疫措施制裁对象拒绝对话。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中国查甫人来到台湾环岛，刷好路顶电视。法官根据三十年前函释，讲这大陆地区人民也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判定国赔，引起政人议论。行政院通联国机关讲，这中国大陆的人民无中华民国的国籍，也无国民的义务权利，这个旧函释停止适用。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就是希望避免民众或者是国际社会对咱造成误解。中国一十波人，2018年来台湾骑脚踏车环岛，伫高雄路顶和楼顶的路顶电视。高雄地院法官根据三十年前法务部公文解释，大陆地区人民也是中华民国人民，判国赔463万，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临时发函通联国部会，中国大陆人民无具有中华民国国籍，无享有也是负担国民的权利义务，故的公文解释应该停止适用。希望这样的一个内容的修正以后呢，我们能够避免这个持续引起不必要的这个困扰，也能够避免呢国人或者是国际上的误解。我们政府方的过失的话，也不因为他是哪里的人或其他国家的人，其实我们有义务就要国赔。那法院也不要再去引用那种三十年前的见解，说大陆人民也是中华民国国民这种看法。这是正义的通令，是不是应用到法官来应用这个公文的解释？律师郭宏明认为，行政机关的解释令也是命令，对法官只是参考的性质，不应姑受法官的认定。如果是函释的话，就要看他有没有法律的授权呐、啊，因为这牵涉到就是说法律保留原则，如果本质上重要的事项的话，应该保留给法律去做决定。立法的原则，他的立法的背景，或是他对于法律的解释，直接来决定在这具体事件如何适用法律就好了。他可以完全不用去理会你这些函释是新的或是旧的，或是存不存在什么函释。要法界人士认为，应该对法律面亲像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调整，才法度对根本解决问题。但建林表示，是不是修法，留意会议看相关的内容，再个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早起10点外，伫基隆头城有教练载着一个香港的查甫游客，对山顶飞飞行伞落来，本底是想讲会落伫个海沙坡，却受到风的影响，落落去邻家厝的空地啊，两个人拢涉及受伤，送病院治疗。飞行伞的负责人是解释讲，这天气是有符合飞行的规定，只是这手啊拍架才会造成意外。不过县政府查落到底，发现这业者根本就无经营许可，目前是限营停。双脚大力踏出去，人就飞出去啊！美景近在眼前，想要体验飞的感觉，飞行伞是选择之一，正确是传出意外。摔落来伫徛街边啊，小小人一直爱听，飞行伞和手机断掉咧。真侪警消到现场救援，教练倒脚受伤，人客头壳受伤，还有倒脚骨头断去，送上医急救。滨海路二段。附近有飞行伞坠落，两人受伤，都意识清楚，送医治疗。受伤的53岁香港籍的市长的查某人，6早起10点外，第55岁姓周的教练，在宜兰县头城体验飞行伞，原本要降落在外澳的沙埔，半途却是方向偏散去，目的地是愈离愈远，最后摔伫徛街空地啊。教练对消防讲，因为风上头失去控制，也不过这个负责人事后解释讲，甲气候是无关系。他就是起飞的时候伞绳有卡住的问题，他是正手起飞，他没有发现，出去以后一飞出去就来不及了。他是助理指导员，提出这个证书来证明，讲这出代志教练是有专业的资格。起飞了才发现飞行伞唔对，负责人讲对方向甲风速来看，拢符合国际标准。只是伫出代志了后，宜兰县教育处已经下令来停业，甚至也查出讲这业者是非法营业的。业者的部分是有合法的商业登记，但是依规定还要再取得飞行的一个经营许可，这部分是还没有取得。宜兰县教育处讲，已经组成调查小组，即要无中断所失，会辅导业者合法化来经营。不过飞行伞体验想法度完成，其实无同业者因判断的条件也是有差。国际规定的话，是风速每秒不得超过6，我这边规定是风速平均不得超过4。风速紧也是慢，好天也是如何，顺风也是无顺风，是不是像军机？马华风台来逼近，是不是有影响？种种因素拢爱综合来考虑。
这回熊熊事故更加和违法经营的问题来浮现。记者综合报道。做校园的工作是良心的事业，想不到这家人校园的食品安全一再出问题。今天发生这国小学生啉牛奶了后，有几多人肚子痛送病院治疗。目前市政府有派人去采样化验，啊，那进前呢有业者的胖内面这糖尿尿蛇，检方查了后呢，认定业者的食品生产履历有造假，诈领经费上百万，依照诈欺定罪和负责任定告的人五万到二十万不定，交保协团。去病院看身体无爽快的小学生，希望因较紧来恢复健康。因为家人的安乐区一间国小，日头发生十四个学生啉厂商供应的牛奶了后，出现身体无爽快，送病院去治疗。依法会调查清楚，那如果是他们的责任的话，那我们会按照卫生相关的法规，一定会开罚，那也会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议会不分党派，当然是希望说市政府在未来能够严格监督营养午餐的事件，因为已经不是发生第一次。学校疑似出现食物中毒的状况，包括教育和卫生单位都派人去学校调查，采集检体送检，希望较紧把原因查出来。教育处嘛要定营养中毒等的主题条例来规范。针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检查出如果确定的话，我们后续会以记点的方式来做相关的处理。如果他们有被验出相关的病原菌，我们会依照食品卫生管理法可能会被处六万以上，甚至到亿元的这样子的处罚。因为家人一间高中进前营养中毒等的胖，才出现活的糖，即马阁有厂商经营的牛奶出现问题，学校内面的食品安全嘛，互家长是真烦恼。对这食国良强调，未来家人的营养中毒等都会纳入廉政平台，评审的时阵是邀请检廉做伙来参加。若是有问题，甚至违法的厂商，呼吁检调要彻底查清楚。那有诈领补助款的情况，总共搜索十个处所，包括这一间特定的蔬果行约谈负责人，总共有十二个人到案。对学生的中道等出现瓦糖这个案件，检验机构是去供应商遐敲催，约谈负责人等等相关人士到案。检方认为厂商是涉嫌用假生产履历诈领补助金上百万，发现了后照诈欺罪，负责人等等到的人以五万到二十万来交保，其他三个请回。记者综合报道。这风台敢会影响到咱台湾呢？强度风台嘛，我继续向西行。台湾气象局预告讲，这两天的强度有可能搁再变强，暴风圈也变大空间。对明仔载开始，海应也会变较大。后礼拜也受到刮微环流影响，将有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另外，消防署也开发风灾 App， 增加十一个的翻译，而且清点各管区对外联络容易登记区域的避难使用所和粮食的准备。火车甲货一车一车载过来，工作人员赶紧一箱一箱甲物资搬上船。为了确保外岛的民生物资充足，所以增加载物资去绿岛。受到强烈风台马瓦的影响，台东往回南苏的船班会伫二七全部停驶。另外，台东往回绿岛的船班，嘛伫二八游客拢落船了后，就全部停驶。因为基本上的补给，他们还是会多放一些进去。哎，这个我看大概就是两天，他们这个每天都有。强烈风台马瓦愈来愈往台湾，中央气象局预告，马瓦伫拜六礼拜进前会向巴士海峡行驶，了后速度变慢，向北往台湾东部的海面。礼拜进前整体天气相对稳定，不过北部、东部会出现大影。后礼拜一开始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按算后礼拜一可能会发布海上警报，后续无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它的最有利发展大概就是这一两天之内，在接近台湾北转的过程当中，它的强度是有可能逐渐的减弱的。不过虽然减弱，它的强度上还是在，还有可能是中度台风的这样的强度。气象局表示，马瓦风台这两天的强度也有可能会增强，暴风圈也还有变大的空间。为了做好风灾的准备，消防署开发风灾 APP， 新增加十一个国家即时翻译，方便外籍人士掌握灾情，而且增加声音警示的功能。但是遇到灾害受困的时阵，会当发出声音，帮助搜救人员找到人。透过 Google Translate 这个软体呢，有十一种语文提出来的意象、图像、状况，那我们国外的朋友也可以了解最新的情形。为了减少风台带来的风险，已经清点十四个管区，188达，较会因为灾害成做孤岛的所在，完成避难收容所、粮食准备等等防灾准备的工作。
希望做好充足的准备，把灾害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恒春古城自2008年因为国片《海角七号》成做热门景点，这古城的墙围有一段因为恒春国中运动场的关系，这个墙围也是无接做火。迄个时阵，屏东县政府有开钱做一个半空中的步道，甲因接起来。即马说因为拢无伫咧保养整理，才有可能变作是会发生危险的一板桥。目前有先封起来，游客袂当去哩。看到游客走入去铺伫空中的城墙看风景，电工所有人员赶紧甲靠墙，因为城墙木造的楼梯甲栈道，真侪所在拢已经含烧，连惊电火嘛生生歹去，烦恼游客安全，电工所已经甲封起来，禁止出入。这样会腐蚀的比较快，所以说吼，若是有经费来整修，当然是最好的。有145年历史的恒春古城，是全台湾保存上较完整的古城古迹。几啊届修复了后，多多城墙伫咧恒春国中的运动场全咧登起。2008年古城因为电影《海角七号》撑起来了后，过当年官府争取经费，终结遗址，设计以空桥，下过运动场铺伫咧空中的城墙，还阁有得奖。想袂到即嘛因为无维护，还阁有人为的破坏，楼梯会坏，栏杆倒去，才做有危险的桥。它的命名这样子，大家都会觉得说很特殊啦，他想要去看。因为经费无够，加上行政流程了时间，这个景点已经封起来3-4个月，让居民感觉真可惜。针对这点，电工所在二楼表示，已经有向文化部争取到400万修复的经费。之前其实我们一直在争取，因为它是已经老旧了，希望说也能够赶快就是把它更新或美化。但是这样子反而时间上有点没有接替上，这是我们要再加强的地方。电工所答应讲会赶紧发包来修理，因为木造的站房真侪所在已经含烧暖气，家底顶端有安全的记录，而且修复进程会继续封起来，嘛提醒游客唔通走入去，避免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德山有两个工人，因在使用这顶装潢的大头枪，也过这高压喷雾的气管，煞汹汹来爆炸，造成一个人的双脚红断加水咸咸。另外一个人是这顶更顶喷出去，插入去伊个头壳遐，加在这两个人送病医急救了后，拢无生命危险。目前也正在调查这爆炸原因。室内冷静，杂物一片凌乱，空气中也阁有一种怪味。南投德山二南路一间铁厝24号早起发生高压气瓶爆炸意外，现场两名单身工仔人受伤。南投消防局得到消息，派德山六国分队救护车到现场。人诶！德山消防分队表示，当时厝内当地咧使用顶枪作业，高压气瓶无预警爆炸，致使其中38岁单身男子双脚卡头乌以下去用炸断去，腹肚烧着伤，消防人员马上替伊止血，找找动机。经过德山秀团病院抢救了，转送江滨秀团病院进一步治疗。另外一名32岁单身男子是正滨头遐有更顶大病院治疗，两个人拢无生命危险。地上躺一个人，可是明显的他的肢体的比例就不对，他就走近看哦，原来他膝盖这样全部不见了，然后我们就赶快把我们同仁就赶快进来，就止血带赶快打上去。当然嘛，伊等下唔知我得看伊变安怎，许看伊应该是我无咋做啊啦，迄两只脚呢是要搁做啥？有啥我先头做。家人家属对未来一片茫然，南投县府甲治安署当地咧调查厘清爆炸的原因。德山消防分队呼吁民众，从事高压气瓶作业的时阵，一定要注意使用规范，甲注意事项，避免爆炸造成严重的伤害。记者南投报道。哈，政府情报组织五眼联名正正指控讲，即中国官方出钱帮助黑客组织，互发现讲引起攻击美国重要的基础设施。伊也伫咧烦恼讲，若阵台海发生冲突，中国可能会用即款的方式来切断美国甲亚洲之间的通信。毋过，中国政府是毋承认罪行，但对佮讲，即是美国伫咧乱传的假消息。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和纽西兰组的情报合作组织五眼联盟，甲美国科技公司微软，二是发布警告指出，
由中国政府出钱的骇客组织获得风台，最近还发现因攻击美国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关岛军事基地，不排除未来会以类似的手段攻击全球其他的所在和设备。China almost certainly is capable of launching cyber attacks that could disrupt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ervice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against oil and gas pipelines and rail systems. 美联发布24日报告指出。黑客组织获得风台，从2021年开始，就开始针对政府部门、资讯科技、甲公共设施等等的系统进行相关攻击，甲情报的收集，而且目标是要让入侵的时间愈久愈好，加速未来局势无稳定。中国黑客组织恐惊会透过恶意代币来入侵，监视而且阻断美国甲亚洲之间的通信设备。不过，北京当局是否认这个指控，认定这个报告是假消息。这是一份东拼西凑。证据链严重缺失、极不专业的报告。美国国家安全局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客组织。至于某些公司此次参与其中，说明美国除了政府机构之外，还在拓展新的散布虚假信息的渠道。几日经外国媒体报道，关岛是印太重要的战略中心，有连接亚洲、澳洲和美国的海底电缆。这次中国黑客对关岛的攻击引起美国官员的关注。中国若是打台湾，美国反击的能力，敢会因为安尼去沉掉？公司新闻，牛眼朋友。美国总统拜登自个提名现任非洲的空军参谋长布朗来担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也因为美利九月就期末要到任嘛，这项提名也和美国国防部两位上古界领导人拢是非洲的，这也是有史以来头一摆。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霍金雷以及国防部长奥斯汀二五做伙出席白宫玫瑰园的记者会，会议空军上将布朗和拜登提名做现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General Brown is also a warfighter who's commanded in Europe,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Indo-Pacific, and he has an unmatched first-hand knowledge of our operational theaters and a strategic vision to understand how they all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e security.For the American people. 布朗目前担任空军参谋长，1984年获人任命做军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飞行时速超过3000点钟，其中有作战经验的有136点钟，在中东甲亚洲有真丰富的经验，而且精通中国事务。拜登接受国防部长奥斯汀的建议，任命布朗接替今年九月任期届满的秘密。苏迪美国国防部两个上高阶领导人，历史上头一个拢是非裔，啊，不过也是需要得到参议院的确认同意。那是战前俄罗斯指控乌克兰民兵使用美国制军事装备对俄国本土发动攻击。美国国防部对这件代志回应也无清楚是毋是美国所提供的装备，不过美国早都已经有通知乌克兰袂使安尼做。Can say that we have asked the Ukrainians not to use U.S. supplied equipment for direct attacks into Russia. Why is that? Because we don't want this is a Ukrainian war. It is not a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t's not a war between NATO and Russia. 因为这件代志就伫拜登同意援助乌克兰 F-16 战机了后，美国已经要求乌克兰敢系当地境内使用 F-16 作战，未当攻击俄国本土。美国国防部也认为，防空系统依然是乌克兰控制空域上界需要的武器。公司新闻电微人编译。美国哈佛大学2023年毕业典礼邀请提过两届奥斯卡奖的查甫演员汤姆汉克来这做演讲的贵宾，伊用美国人上界爱的超级英雄文化做比喻，希望毕业生爱用行动捍卫真理甲价值，唔通甲身躯边的代志拢结挂挂。多出版一本小说《变色作家》的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离过出席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为现场高清画面准备开启新的人生的毕业生来提供宝贵的经验谈。It's not fair, but please don't be embittered by this fact that without having done a lick of work, without having spent any time in class.Without once walking into that library, in order to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graduating class of Harvard, its faculty, or its distinguished alumni, I make a damn good living playing someone who did.
It's the way of the world, kids. 一直开嘴就以八百英国哈佛大学罗伯兰登教授来拍手开，让大家感觉真趣味。所来以美国所持牌的超级应用文化来说，比如读书毕业生啊，以行动来捍卫真理甲价值，千万唔通对世事拢无关心。The work is the keeping of the promises of our promised land, the practice of decency, the protection of freedom, and the promotion of liberty for all, with no exceptions.And man, that takes on a lot of work. It's work that is done on multiple job sites every single day, and you could call each of them the battle for truth, justice, and the American way. Yes, the American way. Indifference makes citizens into indentured servants held in labor by the despots and tyrants whose default setting is cynicism, who outlaw dissent.And ban art and dialogue and books. 汤姆汉克斯在电影中也被授予表演艺术荣誉博士学位。校长劳伦斯·巴克，并且在伊演讲之前送伊一粒白球，对伊在电影《何解重生》的角色来致敬。公视新闻王惠芬编译。英国首相官舍长吴斌将赛车去弄河南，这首相苏纳克等在内宾办公。警方目前先把这驾驶抓起来，初步排除这恐怖攻击行为。不过意外是安怎发生，可能还要调查。Some guys just rammed the gates of fucking Downing Street and drove up in his car. Rammed the gates, yeah. The kids ran away, man. This guy rammed the gates. Everybody move fast! 警察大声喊声。边爱民众赶紧退后，武装警察已经赶来啊！早期看到这台银色的轿车后车厢开开，警方甲现场清空。I heard the bang. As soon as I heard the bang, I jumped to my feet. I saw a lot of children running away in almost panic. Pointed tasers at him, had him on the floor. We had a lot of police vehicles that came along. We had sniffer dogs, had a bomb disposal unit. And then we evacuated the area. 伦敦都会区警察局讲。英国时间二五下昼四点二十左右，有一台轿车向东宁街河南冲过去。武装警察现场抓到一个查甫人，无人员受伤。东宁街是英国首相官舍的所在地，目前初步排除这件代志跟恐怖主义有关系。根据 BBC 报道，代志发生迄当阵，英国首相苏纳克正伫咧东宁街办公。代志发生了，伊对边的门离开，继续走伊的行程。警方不敌咧东宁街甲附近大范围区域有封锁线，部分路段是人车拢管制。代志发生了差不多点半钟，警方开始解除封锁，也甲犯案的车调离开现场。警方表示，被抓这个查甫人涉嫌刑事损害、危险驾驶，调查还佫伫咧进行。有目击者讲，看到警察搜查车的时阵，甲一支手机啊放入去证物袋啊内面。这件代志发生的地点是伫白厅。是伦敦市区内一条大街，连接议会大厅甲东宁街。附近有国防、外交、内政、海军等政府机关，是正敏感的地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继续来关心2024年总统大选。华府智库专家格莱伊就指出讲，即中国政府对核武器较无遐识，可能会较支持瓜分敌。针对着这款的讲法，还有其表示，两方爱在平等、尊严优先的前提之下，再来对话和交流，避免误会、降低冲突。啊，那赖清德的 YouTube 频道公布伊做兵时阵的点点滴滴，想要挖进少年人创作话题。有没有加五分这件事？有没有？有没有加五分这件事？前摆市长侯友宜到淡江大学参加大团体40周年校庆，一开嘴就成功，无参加正加五分的代志，甲大学生面对面抢攻少年的选票。严格美国地科学者格莱伊讲，北京倾向支持本来往过瓜分帖，因为对侯友宜无熟悉，引起关心。两岸的交往一定要在平等、尊严、友善的底下，大家采取对话跟交流方式，彼此避免误会，降低冲突。我解读他的话就是说，在所有候选人当中呢，柯文哲是最能够跟中美两边都能够沟通的人。
郭文天强调，沟通真重要，不必无形人意在，互相讲清楚这底线，希望台湾是中美沟通的桥梁，不是中美对抗这个基地。民进党赖清德外地频道二个搁再更新，回顾在军中的生活，充当在军中的日子。签抽出来的时候，现场还没有抽签的人都鼓掌，感谢我，因为我抽到284，部队在金门。社群操作创造网络声量，摇滚甲少年人的鼓励。赖清德伫进前到下海城隍庙去参拜，也讲到会担起守护台湾的责任，守护主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最近风波不断，唔呐有这经济系学生会正副会长的证件违反性别平等以外，也佮有学生伫咧言论自由会活动，用布袋仔扣西关注民升学的加分政策。后台就几名关注民学生做会联署，向学校提出反歧视意见书，要求学校就要成立族群平等委员会。家手村的去传播是白水的水塘内底，伫白布顶面等乌手印。台大原住民学生反歧视行动小组甲新闻的师生，伫台大行政大楼前以艺术行动，凸显细菌的歧视的争议，是学校长期对歧视环境的漠视，也够疏忽所造成的。为此，也一度拒绝学部长主事委来等乌手印。没有看到 NTU 交流版，所有人都在攻击原住民族学生，甚至去用 tag 的方式。让一些还在身份认同的过程当中的学生逼他们现身。社会所涉班三年级的社区签来自台东的白湾组，伊讲为着远离污名甲歧视，大学高研究所伊拢避起，严格不时的问家己，听到原住民靠加分才发到入去台大，这类歧视的话，为安怎感觉受伤，却是我都讲出来的。我想要很大声的说出来，我们到底听到什么？一分耕耘，1.35收获。读台大不是很聪明，就是原住民。我想以台大学生会会长身份，再次说对不起。学生会将在剩下的任期里，努力尝试对于伤害的修复与关系的重建。小组强调，绝对不是学生中间的争执，向学校提出几项的诉求，包含向社会大众说明加分的制度、加外教名额对原住民学生的负面影响，成立族群平等委员会，落实全民原教等。我们也很有这个意愿，成立族群平等、关注原住民权利的相关的委员会。好，那这个第一步会先以一个工作小组。学部长朱淑仪表示，八月初进行成立族群平等委员会，并且邀请原住民学生参与撰写加分制度和外交名额的说明，公布在全校的性别平等平台。不过，小组讲希望校长戴文章能在2007的毕业典礼，不管是对正义还是小组的诉求，提出讲话和态度。记者陈华报道。就因行情经过年初抗争了后，虽然这薪水还有劳动条件有改善，不过说发生员工要加入工会，工会甲因刁难的情形。基层员工透早去到劳动部申请，希望这个雇主方霸占伫咧内面华台工会会当改善，也呼吁劳动部要爱听基层的员工。资方工会快解散！业保条发资方霸占工会，在气通市产业总工会和中英航空的企业工会来到劳动部头前申请。中英航空的工会成立到今是5年外，但是300多个基层员工想要入会，却一直被阻挡。通市府进前照工会法向法院申请解散中英的工会，希望劳动部嘛表态支持。联署申请要入会之后，不断的要求变更格式啊，申请入会的程序，借故刁难，甚至还想要偷办干部选举，继续把持工会。中勤的基层员工指控讲，工会是长期被资方霸占，会员拢是科长及以上的人物。工会已经失效，嘛，让工作量大大增加，工时过长，拢无所在通反映。今年3月开会员大会，办会员代表的选举，佮创造基层员工运作工会的权利，让主管继续调整工时、休困时间、含休假日等等。通知劳动局已经伫个3月7日发文，认定中勤工会已经是违反法令含酒店。申请加入工会过了半年，工会都不审他们，这个正常吗？只要是劳工合法的薪资团结权，我们都是支持的。中英航空公司是发3点声明来回应，认为公司有外部特定意图的工会。各位司机讲加入工会会影响到升官，这种无正确的消息。嘛讲公司是鼓励员工加入工会，绝对无违法。嘛强调尊重中勤的工会自主，希望员工透过工会和公司理性来沟通。记者综合报道。
人讲人两卡钱四卡，这主客总处公布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是2.04%，是这八年来上届低。不过勉强也是会当保持。我们预测是全年是成长2.04%啊，那比二月的预测2.12%下修0.08%。出口是比去年大概要减少7%的哈，比我们上次预测哈又稍微往下修。不过我们民间消费是往上修，所以整个来讲，今年第一季虽然经济是负成长，可是那个整个内需啊，表现非常好。因为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是负成长-2.87%，加上出口一直在退步。不过这个内部需求经济要变好需要时间，加在普发现金到三公，因为今年 GDP 也是会当保持2%以上。另外，国发会公布景气灯号连续出现第六粒，代表景气彻底拿顶，认为景气若准备转好，上紧要等到后半年。不过，受到国际上种种因素影响，后半年的变化也阁是真济。讲到咱国内这厝价是袂落。也因为政府为了要防止这炒房的行为，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按算7月7日要施行，就建商认为讲，这政府一直咧拍炒房，无其就是要甲房地产业的贵个变起来，只是讲这起厝成本是愈来愈悬，价效要落可能是无啥可能。怪手来来回回地哦，工人伫工地无用气气，在台湾的建案持续登地起，不过根据六都地政局的资料。四月份买卖移转的数量是16,000栋，创下5年同期的新低。为了刺激销量，有卖厝中人找加固的业者作为合作，推出买厝送装潢。虽然它限定是新成屋，可是这针对非常多的小资族以及最近的购买的买气，还有许多的房仲业者，都会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加码方案。国内厝价也是真高，为了阻挡房企炒房的行为。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已经三读通过，司法人买受主体许可、预售厝甲换厝换有信息、甲检举奖金办法等等三项做法，嘛伫个内政部部务汇报通过，按上7月7日会正式实施。我们看到现在整个房市在做这个朝向一个温和的一个修正，我们也希望房市的健康能够软着陆。不过民间团体认为讲，平均地权条例要有改善空间。它已经是迟到的方案，你做这件事的改革，你还是要去迁就那些既得利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让很多人失望。平均业者认为讲，在经过连续二叉房的措施之下，确实直接把房地产业送入冰库。虽然今年年初房市有小可回温，不过面对营造成本和政策相对的冲击之下，厝价可能也真恶过落。即使建商要跟你一个案子要跟你4年，那如果只有一个他10%的这个利润空间，你要叫他再让哦，其实也是有困难。另外，台湾嘛面临人口减少跟老化的问题，内政部观察这10年，六都人口数跟平均厝价变化，台南市跟高雄市人口分别减少1.4%、1.6%，遐若厝价分别大起69.7%、50.7%，人口跟厝价成长是电倒饼。大局难移的这样子的一个就业人潮呢，并还没有出现，那反而是资金的先行南下。那当然也跟这个南部的价格机器比较低，那投资来讲呢，比较具有一个开发的效益有关。美厝中人认为讲，在起利息、甲政府积极压差房的情形之下，嘛，让市场开始转向住家用。对有资产配置计划买厝的人来讲，回归买厝的基本面，而且长期持有才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优拜公司系统受到境外攻击，全台湾可能有40,000+人的个资泄露出去啊！优拜下晡提出补偿方案，受害的会员每一个人会当摕到这500块的卡车券，按算伫咧9月底进前发放。有卡拉车要去倒位，拢真利便。优拜伫买这款车使用率拢真高，不过却传出因号外境骇客攻击系统2摆，偷会员的手机号码甲掌握骑几摆卡拉车的记录，借这个机会拐骗乡亲。经过了解，全台估计有40,000+人受害，其中台南就占109笔。台南有议员质疑，似乎对治安的反应相反，要跨部门联合封闭，卖影响消费者的权益。现在个资法。好像很多东西都是
没有很完善、啊、我们也会怕现在诈骗这么多。每当讲单一局处来面对安尼的问题，安尼的力量甲了解这个体制组织的部分吼是无够的。右派和平奖印象原本真好，不过发生安尼代志，大家心惊惊。交通局讲，其他局已经甲其他关系代表去总部做治安稽查，另外嘛要求米切卡拉车公司提出改善策略甲补偿方案。相关的治安，他们已经有进行相关的一个加强，然后并且在当天下午就重新开启这个会员的网站。那个微笑公司他们会统一在26号下班前提出对全台会员的一个补偿的一个计划。交通局讲，目前公司已经配合相关单位全力调查，继续加强治安。出来政府买这诈骗宣导，提起民众爱定金或暗号。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在咧南投甲彰化甲界的北冠山区，有一块私人土地，去和民众检举讲有人伫遐偷倒垃圾土，即土内面还佫真侪建筑废弃物。警方甲南投的环保局随机查，初步估计现场即个垃圾物件就1600多。这恶劣的业者是操作土土机要带废土，难道警方和环保局的人员当场甲抓到？但是双方讲，伊是为了正往来的冰土。我勒家是遐。砖头啊，下底遐要砖安头，哎，安头是遮种迄个往内买的。南投警分局第三是接到检举，讲有人当头白日伫个南投接彰化的八卦山区私人土地顶悬倒大量的废土，结果查到四五个查甫人，整整三个人犯案。虽然嫌犯讲是伫冰土，但是伫个废土内面，正明显有看到大量的营建废弃物，已经塌到要三层楼，看起来就亲像山共款。这差不多重1600吨，警方嘛当场把土土机扣起来。朝后无限等三名业者以租地名目挥发倾倒营建混合废弃物，现场查扣挖土机具一台，前案侦讯后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依照那个废弃法46条，任意弃置废弃物还有这个不依规定清除属于废弃，我们就会处分1到5年的1500万的罚款。南投县政府表示讲，专案是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46条，移送去南投地检署侦办。不法的业者可能会被判1年到5年的徒刑，含1500万的罚金。后壁继续检测这废土敢有毒性。卖团租土地的地主告人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通大溪来到假日时的时阵，拢会塞车。调机关建议市政府会当参考这个高雄啊老街的做法，用这个公车协助把游客送到景点。交通局表示讲，目前阁需要规划。通大溪便来到休困日，就约一排真侪车阵。像在造成中正路塞车，一路塞到空中路，短短几啊百公尺的距离，塞车都要塞半点钟至一点钟。对外牡丹桥。也不输变作大型的停车场，车流是拢袂停袂动。那你们塞车的？那你们自己出门呢？我们啊，我们不选择在假日出门，我们假日都够塞，不敢不是不敢出门，因为都塞车了。要开到那个埔顶那个红绿灯那边，大概就要开个25分钟以上。平常呢？平常大概5分钟。在地议员表示，古城区停车格数量有限，可是在地居民都无够用啊，根本都无计停车格会当予观光客使用。建议市府参考新北市随风高分啊老街的经验，以完全接驳的方式来改善老街塞车的问题，提升旅游的品质。九份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它可以容纳这么多游客，就是因为透过接驳的模式。所以呢，大溪如果可以透过接驳模式去解决的话，我相信可以立竿见影的去处理。车辆拥塞问题。短期方案会先启动大溪桥头停车场的扩建计划，辟使大溪桥头月眉停车场的至大溪老街的接驳车。市府交通局安算伫咧大溪保定雅区设置转运站，不过因为要摕到土地真无简单，至少都要1-2年。议员认为根本就未付起。交通局表示，短期会先启动停车场扩建，加接驳车的方案，嘛已经积极找业者来包接驳车的计划。希望在休假进程推动改善交通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在新竹市有90年历史的下竹町，是日本昭和时期的警察宿舍。现在传出被人迫害，是这本地要给游客当囡仔做纪念的囡仔，受人把伊摕去当伫咧壁顶头。这文化局表示讲，这款迫害行为已经违反文字法，相关会当罚到200万。
查甫人岳头看来看去，出来竟然摕纪念印啊，直接登在有九十年历史的壁道顶端。文化局至今发现了后，宣传也无法度冲清去，美工实在真过分。我们是已经用试着用水把它淡化了，对。但是擦不掉。对，因为它是百货的墙面，所以墨水会渗进墙面里面，就没有办法完全清除。实在很难想象，就是怎么会有人在这么漂亮的历史建物上面去做这么过分的动作，就是非常没有公德心。新竹市文化局指出，目前正在厘清对方的身份，这款行为恐怕已经触犯文化资产保存法，会当罚3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款。那现在警察也在搜寻，就是嫌疑人啊。等他到案的时候，我们应该会请他做毁损部位的那个白灰的复原。那我们还是呼吁民众，就是维护古迹跟修复古迹，其实都要投入非常多的心力，也要靠大家的共识跟公德心。这间起在1935年的日本式建筑。过去是用来做警察宿舍，后来经过整理，真无简单，才对外开放。文化局希望大家来这参观时，会当共同来保护历史建筑。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在高雄大寮家，这田呢是常常出现青皮土顶，吃这农民辛苦做的这农作物，有这家长在公园的树仔顶看到青皮土顶，甚至附近一个幼稚园伫遐，家长是真烦恼。这高雄市农业局随派人去抓，一天就抓到74只。手伸出去，一只绿鬣蜥就抓在农业局人员手头。高雄大寮上了里，有家长在公园内底看到绿鬣蜥，农业局接到通报了，于是派人去附近抓，竟然一口气抓到74只。最近正好是适合绿鬣蜥繁殖的季节，所以我们连续在5月24、25号连续两天出动，针对热点来进行巡查，一共捕捉了74只大大小小的绿鬣蜥。体型袂小，绿鬣蜥趴伫树仔顶，地点就伫上了里这个公园，因为边啊就是幼稚园，嘛让家长烦恼，惊到囡仔也是造成伤害。那幼幼班老师发现的，对，然后我刚好带小朋友来这边玩。对，然后他就说：“哎，那边有绿鬣蜥。”会啊，这边很多小朋友都在这边玩啊，还有学校啊。唔呐，公园甲幼稚园，目睭看过，大部分拢是田地、树啊、甲排水沟的上料理。绿鬣蜥常常出现偷食作物，让农民是过气过无奈。辛辛苦苦植栽的农作物都会被这些绿鬣蜥全部都吃掉，其实算毁损蛮严重的。高雄今年大约会使抓到5000只绿鬣蜥，里长表示，大量的绿鬣蜥已经影响居民生活，但因为绿鬣蜥是活物，往往等抓的人赶来已经无看到影，希望市府接到通报，会使赶紧赶来，并在附近扩大搜查，让居民会使安心生活。记者陈环武、柯正准高雄报道。咱台湾伫日本时代的文学家大和，伊是作家、是医生，也是社会运动者。高贵之碑是伊的生日记，这大和纪念馆也甲大和文物捐予台湾文学馆，希望这款文物会当有更加好的保存甲应用。文化部长苏迪为大和纪念馆代表的手中接下大和作品封作的手稿，将来这些大和的文物拢会由国立台湾文学馆收藏，大和纪念馆方面会展出复制品。其实上主要的部分是大和的手稿啦，吼、哦，啊手稿是包括伊遐小说啦、汉诗啦，吼、哦，还是这个其他遐新诗都伊的所有的手稿吼，我拢甲关好啊。带文化馆来做博物馆，后续我们可以活化这些文物，我们让这些文物不只是躺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我们希望它可以进一步的可以活用运用，然后让社会大众看见。大和纪念馆表示，因为民间纪念馆的主管不够，这些大和的文物无多妥当收藏，所以决定把文物交予中央安排更加好的保存环境。就是中华这个三年前这个大雨，这个恒湿恒温刷去予伊水有逆流，啊，都有甲一挂手稿些话，一挂无顺掉吼。文化馆我那来了解以后，提起甲迄、那个甲迄修复，我修复了我那真好势。大和纪念馆表示，虽然纪念馆未来敢若复制品通展出有淡薄仔可惜，但是经过大和基金会董事会决议，要是决定捐予中央，相信对长久保存大和的文物来讲，会是较好的处理方式。记者郭文正出游台北报道。
有民间的基金会培训音乐老师去到偏乡学校，甲成立这合唱团，甲囡仔唱歌，让囡仔有表演的舞台。公司台语台青春万人帮一礼拜六暗时七点半，要坐地地来看这段这音乐志工老师是安怎甲因对这音乐一个教育热情传授予这偏乡囡仔。曾经音乐计划服务真侪偏乡的学校，每一礼拜陈文志老师拢会为台北搭火车去台东教课，三天内爱去六间学校上课，加七个合唱团。伊透过合唱，让学生探索自我，扩展视野，也把机会让囡仔学习母语，唱出家己族群的歌曲。我本来就在教。就是原住民阿布鲁的小孩，我的喉音唱这个歌，和这个歌在伊的记忆里底，歌舞会使持续的传唱，伊会使甲家己的情郎讲家己的话，对，用家己的语言，用自己的语言，对，我感觉这是就重要的代志。音乐计划内底，还有老师进入少年矫正学校，用流行歌建立甲学生的关系，再个引导因认识，开发因发现家己的优点，期待因发现无同款的世界。在台顶表演了，观众朋友给阮的鼓励，佮有掌声，拢予我感觉足感动的。阮这种犯罪的人，竟然有人会甲阮支持。曾经365音乐计划已经十年了，参与的学校和老师每年在增加，这个计划也为偏乡教育延伸到更多地方，透过音乐教育，希望让孩子探索自我，学习团队合作，将机会能站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自信。记者洪朝雪、吴文良综合报道。明天天气是好还是坏，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道。家人到新竹对24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1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0度。平湖金门妈祖对23度到29度，一个未来三天气象。李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